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HSK 5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1题。1，天气这么冷，怎么不用洗衣机洗呢？这件衣服得用手洗，没关系，我戴着手套呢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2，晚上吃的太多了，我们出去散散步，活动活动。不如一会儿陪我去趟超市吧，去买些日用品。女的建议去哪儿？3，爸，我今天去医院了，医生说宝宝发育得很好，很健康。太好了，预产期是下个月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怎么这么吵？是我隔壁的邻居，他们家这两天正在装修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5，这香肠你在哪儿买的？真好吃。不是买的，是我姑姑做的，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。香肠是谁做的？6，新来的小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是学计算机专业的，主要负责程序开发。关于小张，下列哪项正确？7，你一个人滑太累，我们轮流滑吧，你歇一会儿。不用了，还是我来滑。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？8，这套家具卖多少钱？原价3万元，不过我们现在有优惠活动，可以给您打85折。关于这套家具，下列哪项正确？9，周六聚餐，你们是想吃火锅还是吃自助？现在天气这么冷，我们还是去吃火锅吧。他们周六要做什么？10. 你们的设计方案领导通过了没有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他们还在开会讨论。那个设计方案怎么样了？11.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这个行业风险太大。投资肯定要冒风险。我看好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，从长远来看，收益一定不低。男的认为这个行业怎么样？12. 咱们单位的无线上网开通了？是，总算开通了。我刚才已经试过了，网速很快。他们俩是什么关系？13. 航班临时推迟了1个小时，让你久等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您别客气，我的车停在地下停车场，我们从这儿坐电梯下去吧。女的为什么道歉？14. 你们怎么没有邀请马教授？邀请了，他本来答应要出席，但后来临时有别的会议，就没来。关于马教授，下列哪项正确？15. 小王，通讯录做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个人信息都登记完了，就是格式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。男的在做什么？16. 这次回家待了多长时间？1个多礼拜，因为公司有点事，我提前回来的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7. 今天的菜怎么样？合你口味吗？非常棒，色香味俱全。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男的觉得今天的菜怎么样？18.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？没有了，我们的意见一致，都赞成这样解决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 19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，怎么解释？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一种情况或者状态的形成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准备的。怎样才能冰冻3尺？20，这些管子是用塑料做的吗？不，这种管子是金属管，只是从表面上看像塑料。这些管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？第二部分，第21到45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我后天才能回去，女儿这几天想我没？当然想了，天天嚷着找妈妈呢。她现在在干什么？在客厅看动画片呢。我刚从幼儿园把他接回来。你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聊几句。关于女儿，下列哪项正确？22，这套房子的面积有多大？90平，2个人住挺合适的。还不错，要是楼层再高一点就好了。2单元，19层，还有一套房子，您去看看。男的希望怎么样？23，糟糕，我好像忘了一个文件。那你赶紧回去取，我在这儿等你。那这些资料你先帮我拿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好，不着急，来得及。女的为什么要回去？24，生意最近做得怎么样？别提了，情况不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了。万事开头难，你可不能放弃。是，我还要尽力做下去。生意最近怎么样？25，听说你舅舅在银行工作。是，他在建设银行上班。我现在负责一个项目，不知道怎样申请贷款，你能帮我跟你舅舅打听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女的想了解什么？26，怎么样才能删掉这个软件呢？你先点开始，然后点控制面板。然后呢？有一个添加或删除程序，看到了吗？明白了。男的想怎么样？27，您好，我可以跟您换一下座位吗？我想和我这位朋友坐在一起。没问题。谢谢您，我的座位在4车厢27号，这是我的车票。好，我找一下我的车票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28，又擦地了。是，地滑，小心点儿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今天把屋子打扫得还干净吧？女的提醒男的什么？29，这次运动会你报了什么项目？我没报，我从小就缺乏运动细胞。你呢？我报了跳绳比赛。我记得上次你就报跳绳了，而且还得奖了吧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0，爸爸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医生说要做一个小手术，我正在办理住院手续。严重吗？不严重，你别担心，就是一个小手术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第31到3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一个女孩，小时候由于身体瘦弱，每次体育课跑步都落在最后，这让好胜心极强的她感到非常伤心，经常责备自己。女孩的妈妈安慰她：“你年龄最小，可以跑在最后。”不过，你记住，下一次你的目标就是只追前1名。小女孩点了点头，记住了妈妈的话。在跑步时，她就努力追赶她前面的同学。结果，从倒数第1名到倒数第2、第3、第4，一个学期还没结束，她的跑步成绩已经达到中等水平，而且他也慢慢地喜欢上了体育课。31，小女孩为什么很伤心？32，妈妈告诉她应该怎么办。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个大家庭来到一家照相馆，要照一张全家福，摄影师把他们按男女长幼顺序排好了位置。等要拍照时，却发现他们都板着脸。摄影师要求他们笑一笑，但是这家人似乎不会笑，勉强笑出来一点儿也不自然。摄影师说了几个常用的笑话，但也无济于事。这家人看来有些紧张。摄影师看到其中一个6、7岁的小男孩站在一位老太太的身边，于是有了主意。他对那个小男孩说：“你能不能再靠近你妈妈那边一点儿？”小男孩马上嚷道：“她不是我妈，她是我奶奶。”话一出口，全家人都笑了。摄影师立刻摁下了快门，他拍出了一张很棒的全家福。33，他们都板着脸是什么意思？34，关于摄影师可以知道什么？35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读书人叫孙山。有一年，他和一个同乡的儿子一同到省城去参加举人考试。考完试，成绩出来了，孙山被录取了。但是他在被录取的人中是最后一名。而那位同乡的儿子却没有考上。不久，孙山先回到了家乡，同乡便来问他儿子有没有考中。孙山既不好意思直说，又不便隐瞒，于是就随口念出2句诗来：“借园近处是孙山，贤郎更在孙山外。”意思是说，我是榜上的最后一名，而您儿子还在我的后面，所以他自然没有被录取。这就是成语“名落孙山”的由来。36，孙山去省城做什么？37，同乡的儿子考得怎么样？38，这段话主要介绍什么？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3月的一天，我经过一片菜地，田里的蔬菜正使劲地长着。我发现有一位老伯正在地里挖洋葱，挖出的洋葱只有鸡蛋大小。我知道洋葱是可以长得更大一些的，我不禁有些好奇，上前问：“老伯，这么小的洋葱，你怎么就舍得把它挖了呢？过上10天半月，长大了的洋葱不是可以卖更多钱吗？”老伯笑了，说：“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人家正要吃洋葱，你却舍不得，让它在田里长着。然而，等到它长大了，你再卖时，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洋葱了，价格就会大幅下跌，结果卖的钱比现在卖的还要少。再说，地空出来后，又可以种别的菜，比别人又快了一步，到时也可卖出一个好价钱。”39，老伯挖出的洋葱怎么样？40，关于书画人，下列哪项正确？41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人曾经说过，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人们用一生的时间努力去攀登成功的梯子，当爬到梯子的顶部时，才猛然发现这个梯子靠在了一个错误的建筑上。假如目标错了，那么无论你在梯子上攀登得多快，做得有多好，都徒劳无益。在做之前和做的过程中，时时不忘审视一下自己的目标，一旦发现有误，及时予以矫正，才能确保自己更加有效和快捷地通往成功的目的地。42，这段话中“徒劳无益”最可能是什么意思？43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刷牙的基本原则是面面俱到，也就是说，牙齿的外面、里面、咬合面等各个角度都要考虑到。算下来，大约有80多个牙面需要清洁，这个工作量不算小，而一把牙刷在同一时间里只能刷到2到3颗牙齿，因此每次刷牙必须持续3分钟，才能保证把所有牙齿都刷干净。44，刷牙的基本原则是什么？45，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